哥，我上次送的马老虎鞋。啊，刘晨，我给你把马老虎鞋拿走，给他来搞我。刘晨，哎，你是哪位？张先生。哦，张先生好。哇，我是张先生，国内朋友，先祝大家开心快乐。啊，还有我们的国庆。马上的来了啊，还有中秋节也来了啊，祝大家开心快乐，开心有没病，没病的长命，对不对？啊，谢谢你各位，我的校长，以前呢我跟他很欣赏我啊，校长啊，那带我去日本比赛这个中国的篮球啊，那个时候我87年那个。香港男拳冠军，78年的时候是机械跳舞冠军啊，所以呢，这些老师还欣赏我。好，啊，现在很多信徒在这里，我先唱一首歌给我的校长听，好不好？我们大家就懂得唱的，生日歌，哎，广东版，好不好？我们用掌声来做拍子，好不好？好，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，风中你扑到雨天齐，为何你真人快乐？嘿，银年都有今日，岁岁都有今朝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哎，大家唱国语的，啊，要不我中国人立的唱国语歌，好吧？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哇，一路喊上真係好勁，即係想當年咧，我70年代啊80年代識佢嘅時候，真係永遠都好勁，永不言敗，誓不低頭。好，咁啊，盧老師咧到而家都咁多好朋友。所以今日又唱一首叫《朋友歌》，祝啊老师继续咁多好兄弟，咁多好朋友，祝啊卢老师人见人爱，车见车载，永不会拒载。我哋精神，我哋一齐唱好嘛，用掌声大声啲得啦。OK， 我支持。我你浓浓。人生如路，朋友如苦，难得知心，你去风暴，为着我们再轮步。正是你，遥遥晚空。人生。
我哋后生啊，叫我坐唱嗰啲靓歌俾你听。嗱，嚟紧啦，明年我会准备着靓啲嚟。好啊，好咗未？交翻俾你个仔。交俾思怡得噶啦，唔好交俾我啊。要你贴住嚟唱喎，即系话系咪啊？系咪啊？我交俾我哋靓女思怡啊。好，唔该。